今天又是我们来新荣图书馆的第二天，回到橘川真是太幸福了，有好多的玩具可以选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豆豆的家，这只兔子就叫做豆豆，然后它打开之后有四个场景，豆豆在睡觉。那这个旁边有什么？它的衣柜，还有它的涂鸦区，还有它的书柜。那另外一个是豆豆可以在这边吃饭饭，做它的安全座椅，还有冰箱，这个场景做得非常好。还有洗手台、浴室，还有镜子，这个是豆豆的，对不对？豆豆在那里，好，我第四个场景还没介绍完。啊，这是他们的客厅，客厅里面还有书，对不对啊？客厅是可以坐着。对，他的书在哪里啊？这里。你帮我拿出来好吗？爱吃青菜的鳄鱼。真的？还有好吃的青菜。哦，他的书其中一本叫《爱吃青菜的鳄鱼》，对不对？小太阳开汽车。哦，哎呦，小太阳怎么那么可爱？昨天。有一个诗，他叫小太阳。大车来，遇到红灯排一排；大车来，小车来，遇到绿灯往前开。Good， 好，阿、啊、昌有没有坐好呢？豆豆，好，谢谢你的介绍。